Hello， 我是大叔。今天要介绍一位从英雄联盟 S2 银牌到现在 S9 中师的玩家。他 S2 看见 U2 董小萨的蛮王教学，觉得五秒真男人雄风太吸引，不用理会协调狂砍对手十分顺畅。后来 SG 看到北美蛮王神，对蛮王的装备风格有了新一番了解。他在本季 S9 积分140场，胜率 64.3%， 他是 League of Gods 台服蛮王排行榜第二名。Undying Range 使用的符文，敌方少有消耗，通常打一波的带致命节奏。对上远程 poke 消耗，譬如提摩、杰西等，带瞬即步伐。征服者很少用到，但打蒙多、塞恩等大喊时可以选用。接下来选凯旋，传奇血脉 ，CC 多改选传奇韧性。最后选背水一战，配合大招在低血量时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复符文回春，减少敌人消耗的伤害。爆破后期令推塔效果更快。装饰技能点燃闪现，技能点法 QEW。16等后才需要点2、3等大招。核心装备海神之斧、夺魄之镰，三宝助骑手是最安全、容错率高的选择。配上回春跟 Q 的技能，回血效果显著，价格便宜，可随时卖掉，又可升海神之斧。鞋子选择攻速鞋。关键技巧通常可以 A 到对手就 AE 一套，等敌人使用掉关键技能才可以主动 E 上前，因为前情用了 E 并没有任何位移技能。没有 TP， 如果蛮王死一波后，很容易直接被追狙弄爆。一等对上近战角时，可以先斩前排兵拿怒气，三只兵都快死，转上去满怒换一波，基本上爆了一刀换血也能赢。一可以配合闪现取消后摇，配上暴击后期一闪 A 一刀可以喷掉 AD 很多血量。W 技能可当作侦察视野之用，不用脸探，降低风险。团队意识大部分时间都是透过分推决定团队走向，先吸引两到三名敌人来回防蛮王的推进，再决定要一跟他们打架，拖时间让队友拿地图资源；二让他们在塔下清兵时借助一的技能穿墙机动性赶去跟队友汇合或是包抄；三没人回防时可以直接推进直捣黄龙。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观赏台服中师蛮王 Undying Range 的精彩操作。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希望你们会喜欢。想看更多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你们加入英雄俱乐部 Discord。不论你们有影片或是频道的任何问题，可以直接透过 Discord 告诉我，我会把 Discord 邀请链接放在说明栏。我是大鼠哥，我们下部影片见 ，See ya。